小子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怎么是你啊？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叫阿义。阿义，这名字挺有意思。你姓什么？ 喂，你怎么那么着急干嘛？我要去找人。你要去找谁？大傻不见了。大傻，你朋友吗？他是做什么的？你们一起来京城的。大傻，哎，他这有问题啊。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对你好奇。无聊。 你小子怎么说话的？张占德的，冰糖葫芦儿，张占德的，冰糖葫芦儿。老板，来两串。哎，好。 今天晚上去哪儿快活快活？想快活了吧？臭小子，可算是逮着你了，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！ 找你麻烦的，大傻是不是你抓的？管得着吗？你们得罪了青帮，就是找死！办他！上啊！
把刀放下！站那儿别动，爷没跟你说话。过来，爷又救了你。 你们青帮好大的胆，敢动我崇立明的人！哎呦，贝勒爷，这可是冤枉死我了！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您的人呢，他们进来二话不说，抬手就打人呢。他们打你了？是啊，抬手就打。啊，当然就是你做错了，知道吗？错错，哎哎，把刀都放下，把刀放下。我早就让他们放了。你瞎呀？哎。 老眼昏花的东西，他们怎么你了？青帮的人抓了大婶。那正好啊，爷来帮你找人。走。是。哎，这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啊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 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救你们啊！骗谁呢？那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你，你。